好啊，呢一节咧，我哋就流动直播车去到立法会旁边，就有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范国威你好，系早晨。系嗱，我觉得先讲一点，范国威上嚟一讲今日会讨论啲咩议题嘅时候咧，佢个反应系。咦，你哋唔係諗住仲有其他嘅派系嘅人一齊去討論咧，係咪？係係。因為你覺得會係咁啊嘛，係嘛？唔係啊，首先第一就係因為架車都唔係好大，唔係夠位坐其他人㗎。雖然夠位坐，你唔好扁我㗎，我坐部車喎。即係雖然夠位坐，但你知啦，可能因為咧太逼嘅關係咧，唔小心掂到你嗨嗨，你又當係暴力咁樣咧。咁我哋呢排好關心呢個課題㗎嘛。第二就更重要嘅咧，就係喺我哋個編輯同監製嘅角度咧。我哋唔覺得咧，成個節目係咁喺度互相指罵，喂，鬥大聲係有。然之後嚇，唔係同埋聽完其實咁點咧？辛苦咗聽眾。個結果係點咧？即係你爆完一大輪，但係其實對於成個議題嗰個理解。可能是沒有出路的，但是你得到一些腎上腺素，哇，好勁啊，好勁啊，咁樣咯。噪音污染啊，講不到個道理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就嘗試禮拜五啦，今日都係咪？即係應該都去沉澱一下，我哋究竟即係做過啲咩嘢啦？咁點解淨係揾你出嚟呢？因為有幾點係你喺泛民當中嗰個角色又幾有趣嘅，我覺得。嗯。一方面你嗰個本土意識又好強。你係都比較早就走出嚟，以無論個人身份咧，亦或你自己代表政團嘅身份咧，都用本土議題作為你自己政綱。第二咧，你又幾中殘嘅喎，即係你知道你出身嘅選區啦，咁本身即係你喺邊度打出嚟，咁而嗰個選區嘅人對於你嘅投信任票嘅原因，都係因為你某種程度上代表到佢哋嘅中產價值啦。而第三咧，佢又同網民好接近嘅喎。啊，咁啊，另一方面就呢方面就有更多嘅故仔可以講啦，即係例如就有網民就話，如果你當選咧就會撤啦，咁然後咧就你當選咗之後咧，亦都出咗張圖就請各位網民咧就潔身自愛啦，同埋身體髮膚受諸父母等等，都為網上一時佳話。係嗱，咁所以其實阿馮國威嗰、那個幾種角色混合埋一齊咧，其實我哋講緊所謂成日話世代交替咧，佢就係世代交替嗰種議員咯，即係以前你唔會有一種本土意識咁強，同網民關係又比較密切。而有中產的嘛，即通常泛民很喜歡走好草根啦，我很窮的，然之後不是很懂用即高科技的，即那種 的定位是其實一路延續了都成二十幾三十年的，咁但係而家新一代的議員冒出嚟，又有新一代的社會問題啊嘛，咁所以我哋就想睇下你作為新一代的議會代表點去處理。啲新一代嘅社會問題，因為我哋昨晚都講過，你嗰個區都難打㗎，即係有一啲係好地區嘅，譬如方國山咁樣，佢可能攞住一兩個議題咧，佢諗住唔知咬到邊一年㗎啦，其實，後尾都係堆填區，係咪？咁但係呢啲你譬如其他建制派都束手無策㗎，即係佢又係一種新一代嘅建制派嚟㗎嘛，其實，咁而佢又可能會同你爭緊一啲中產嘅選票㗎喎。即係以前係嗰個人均收入可能已經某種程度決定了你嗰個投票取向，而家又未完全係咁樣喎。咁所以呢啲個就係我哋做呢個節目嘅目的咯。不如逐個上嚟稱啦，係咪稱乾水，睇下佢係一個乜嘢嘅議員啦。唔係咁啊，喺度首先我要特別借住大電波講嘅。上次咧，我哋做嗰個下一代香港年輕人嘅系列咧，都多謝阿范國威咧，好短時間裏邊。派咗佢助理 Max 出嚟嘅，咁呢度都多謝 Max。上次佢係啊，上次佢做咗個好好嘅榜樣，因為我哋其他 PA 咧都話呢個議員助理答得幾好喎，咁你記得翻去同阿 Max 講啊。會一定。好啦，咁啊，首先就係啦，嚟啦噃，咁就即係背景資料交到呢度啦。咁我今日就買咗啲嘢俾阿范國威啊。咁呢個咧就係我一個非常之中意嘅飯團啊。咁啊，點解咧？就網上面啲人咧，一見到你咧，企喺阿大舊啊、阿毛孟靜後面咧，就話：范國威搞咩啊？而家嗱，明明你而家唔出錯咧，除咗新東，其他選區最少立多一席。你冇可能新民主同盟，你唔會輸嘅。哎呀，點知你啊黐埋班飯團度嗱？網上意見就嚇，我可以 call 翻圖俾你睇噶。全部咧嗰啲聽眾成日都話，你又成日都講人網上意見係咪真係有啲咁嘅意見嘅咁？我全部 call 曬圖咁講啊。嗱，我講一講阿劍今日攞咗上嚟直播車咧，就係一個100%日本米製作嘅
梅干饭团，就惊你又梅又酸又干咁啊无味啊嘛，咁啊特登拣呢个俾你。梅干饭团，其实都几开胃噶。系啊，食得食得，系送俾你嘅今日。嗱，你食咗佢咧，我就肯定你咧就唔会一嚿饭咁样啦。嗱，而家我就真系要代表咗好多对你投放唔少希望嘅网民咧，就问你一条问题啦。喺成个嘅光复行动里面，你嘅取态同埋你你的黨或者你的政治組織的取態，可不可以很簡單而又清晰地跟聽眾解釋一下？好啊好啊，首先多謝兩位主持人給我機會這樣去解釋啦。網上有很多討論，我們都有責任是要解釋的。就多次的光復行動，過去那五個星期連續地，無論是屯門、沙田、元朗、上水等等的話，我和新民主同盟認為光復行動的目標是正確，方向是正確，限制自由行和取消一簽多行這個政策倡議是能夠對症下藥，針對香港現在面對的香港人受壓的困境的。不過連續四個禮拜的動員之後，去到剛剛過了那個禮拜日，是在先上水，下午回到屯門，出現了一些誤眾富居啊、擦槍走火啊、點錯相、鬧錯人，甚至乎是圍罵，還有是腳踢一些拿著劍不知道他什麼身份的人的話呢，我們認為呢那個的方式呢是出了問題，而那個方式引起的爭議的話呢，是蓋掩了整個光復行動他那個爭取的目標，甚至乎呢好像給了一些機會，給了一些子彈政府這樣呢，是去轉移視線，是去譴責這些譬如好像黎棟國局長說是很暴力啊，是很滋擾的一些的行為這樣，我會覺得呢是有反效果，所以呢就很不值。我們很同情過去一段時間呢，特別是參與光復行動的朋友、社運朋友，特別是遭到我認為警方有時有濫捕啊，甚至乎是執法不公的情況，他們有犧牲，他們被拘捕，他們要帶上去法庭，但如果付出這些這麼高昂的代價的同時，但因為一些的方式上面的參與是出了問題、出了亂子，而令到不能夠繼續爭取得到社會人士的支持，甚至乎有反效果的話，我認為非常之可惜和不值得。那你對於有人地擦槍走火啊、傷及無辜，真是傷及無辜啦、那班人你會怎樣評價他們呢？即是評價是譴責啊、批評啊，還是叫他們克制啊？即是你會用什麼的詞彙 去形容那些擦槍走火，在你口中說擦槍走火啊、點錯相 的那班示威者呢？其實在幾日前，即是剛才劍都說了，我和幾位的立法會議員和即我們自我定義我們為進步民主派的朋友出來開記招，我們表示遺憾，亦都係提出翻一啲我哋認為係有呢、這個即係正確嘅方向。我哋都同時啦，我想強調啊，啲網友經常冇講，我哋同時亦都譴責警方嗰種執法不公同埋濫捕嘅情況啊，令到示威者受傷啊，咁樣呢啲嘅問題。咁但係喺嗰個記者會裏面咧，就你頭先講嘅嘢咧，就似乎唔係好清楚咁樣喺傳媒裏面講出嚟啦。而最清楚嗰一句咧，就係陳偉業議員咧講到，就係話如果有啲人喺網上邊要鼓吹暗殺，請佢自行組黨。咁咧就將咧嗰啲嘅光復行動嘅參加者咧，就好似提升至類比至暗殺組織，以及伊斯蘭國嗰類嘅恐怖組織咁樣嘅一啲嘅評價。咁由於你喺嗰張相就企喺後面㗎嘛，咁結果新民主同盟甚至乎係范國威嘅評價咧，都會話啊，其實係咪你已經同意咗陳偉業議員嘅呢一種對於光復行動參加光復行動嘅市民嘅一啲嘅評價同意見？其實我哋討論問題或者探討，就算係網上好，喺即係喺呢啲電台嘅封煙節目都好嘅話咧，我會覺得我哋必須係要，第一就唔好斷章取義，第二要越明白個語境同埋個脈絡咁樣，就唔能夠單憑一張相，我坐喺阿大舊隔離，其實我經常坐喺後面，因為立法會嘅位置我就係坐喺隔離，又坐喺長毛隔離。你留意我打叉少少啊？好啊好啊。阿劍就係話佢唔想咁，所以俾個機會你而家解釋。我知，即係因為好多人就睇咗張相就有呢個。但係個上面嘅比喻，又或者阿陳偉業當日喺個聯合記招裏邊嘅發言嘅話，同網上邊不斷咁樣延伸，又或者係去即係逐漸地係去演繹到咧，其實係出咗一啲嘅距離嘅嚇。佢係講嘅一個重點。嗱，我其實我真係唔應該代表佢講。不過我嘅收到嘅信息就係咩咧？佢就係話
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又或者呢啲遊行請願示威的發起人嘅話咧，係有一個道義上面的責任咧，係、嗯、去減少呢啲擦槍走火的情況。如果即時有發現的話咧，咁應該係要處理。同埋你真係係去認為呢啲動作係要繼續的話咧，你就要好清楚講到出嚟。嗱，因為這個的非暴力抗爭和暴力抗爭，又或者是你認為一些合理的抗爭的方法的話，你需要到有個政治論述要講得更加清楚。如果不是的話，就大舅講的意思就是不要做了又不敢認，又或者叫人去做自己就躲在後面，他其實講的這個爭議這樣。但是我站在即作為一個傳媒的角度，我剛才講了你幾個身份、有一個身份是中產選民代表嘛，中產選民的代表嘛，中產真的沒可能接受到你擦槍走火，同埋咁樣傷及到啲小朋友啊、阿伯啊，佢哋係你唔好理係咪遺憾啦，係咪？咁你擦槍走火，你搞到啲小朋友，搞到啲阿媽，中產就係覺得唔可以接受噶咯喎。其實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唔合理嘅情緒反應嚟嘅，有好多人好憎。咁樣嘅喎，所以個困局擺喺我哋面前咧，就係有時而家因為網民有啲嘅自發嘅話咧，喺網上邊動員啊、吹雞啊、即係一齊上街啊、救烏行動啊咁樣咧，要避免警方又要一啲嘅無理嘅打壓，有時佢哋就唔係好講得太清楚。但係我真係好想強調，做組織者我哋有呢個責任，就算唔係而家嗱，我舉例喺雨傘運動之前咧，你會見到佔中三子佢哋搞一啲嘅討論會啊、甚至乎提供一啲法律上邊嘅唔係叫支援啊，而係解釋翻。如果有香港市民願意犧牲自己參與公民抗命的話咧，佢解釋得好清楚要承擔咩法律後果。我2011年嗰陣時做民陣嘅召集人，民陣都係嘅，佢哋邀請大律師、邀請律師就去講解。嗱，如果你真係要去衝，用呢一種咁嘅形式係去參與社運嘅話咧，你哋起碼知道個應對個方法。我記得事前要解釋，話俾你聽。嗱，因為咧唔係淨係訪問嚟嘅，唔係2011年唔係淨係話今次有個細路女俾人搞喊，而係話去前面衝嗰啲，佢哋都要。即係嗱，俾人哋噴胡椒噴霧啦，俾警棍打啦，俾警棍毆啦，拘捕咗佢哋，唔係10小時，係48小時啦。佢哋應該要知嘅嗱，我做唔到嘅嘢，我就唔會擁人去死嘅嗱。呢個好重要嘅，我覺得係參與社運嘅一個道義上邊應該係要即係思考嘅問題。喂，但係范國威，另外一個角度就係、是，如果而家已經發生咁啦，咁你會唔會同意？這個如果是一個管制嗰個示威遊行，而有很大機會失控的情況之下，反為應該增加警力呢？包括是未必一定是增加出動警棍 的次數或者那些，因為那些其實他們一定說不會的，他們一定說怎樣用警棍啊，怎樣用胡椒噴霧呢，一定是有很清晰的指引的，警方也都很克制。我不是說那些，我是說譬如真的多些鐵馬行不行呢？即係你當嗰度係，我成日話你當嗰度係蘭桂坊準備倒數，咁你咪多啲鐵馬，你咪單向人流管制。咁如果佢哋真係出咗嚟嘅，咁你好明顯睇到佢哋係違咗規嘅。咁可唔可以用呢個角度去睇咧？因為而家學你話齋，既然咁容易出咗界啦，擦槍走火啦，出咗軌啦，咁係真係應該要用更加清楚嘅方法。去管制住嗰個人流嘅喎，不敢苟同啦，因為我覺得香港而家根本就係過多嘅警力，同埋警方即係嗰個拘捕嘅形式，又或者係執法嘅形式咧，都出現咗係即係刻意地係去打壓遊行請願示威，和平好與非和平好嘅話咧，都有呢種情況。但係你又真係去買嘢喎，我會覺得如果呢個係有個社會嘅問題嘅話咧，真係要由個源頭入手。所以點解我哋都係出嚟要譴責政府，就係政府就呢個無止境嘅自由行政策，或者係一簽多行衍生出嚟大量嘅走私客嘅問題咧，一直坐視不理，甚至乎刻意地係去即係令到個問題惡化。我覺得呢所以一定係要由個源頭入手。我當就算唔調整嘅話咧，你擺幾多嘅警力咧，都係幫唔到件事情。唔係，我調翻轉頭諗喎，我當你就算今日取消咗一簽多行，同一班攞住本土旗幟嘅示威者，一樣可以去翻咁多個城市、咁多個商場。我相信如果一樣會咁做嘅啫喎，唔係你哋去係佢哋行嘅話咧，係會對香港而家香港人嗰啲因為呢啲走私水貨客帶嚟嘅問題舒緩咗好多。唔係，但係佢哋喺商場入邊示威，或者喺一啲我哋叫做簡稱為藥房嘅街道裏邊示威，嗰、那個情況係同我哋喺搞民陣嘅大遊行由維園出發。一路去到政府總部，有一個很本質上的不同的。因為其實這個本質上的不同都應該提及的，就是又是一個網路時代出現的事情，就是你在網路召集的人群呢，其實你很難問究竟誰是首領。
即係可能傳媒找到一些就係乜乜乜乜連線乜乜乜乜學社的發言人，咁可能就係傳媒想找一個嗰堆人的代表，咪問下佢嘢咯。但係個問題是很老實，如果你話我要真係有一個我突然間黃永，我撐起條筋，我開場棟篤笑，然後我在個網上邊開一個 event。然後我問有幾多人肯嚟？可能有十個或者二十個，我唔識佢哋噶嘛，大佬啊！班人嘅本質有啲唔同，連個場景都唔同噶。因為你平時唔會行到去電車路嗰邊噶嘛，但你平時會行入商場啊嘛，所以拆槍走火嘅機會率會高好多噶。因為嗰個阿媽平時就係帶住嗰個女落去買嘢，咁而你唔會個阿媽帶住個女落去行馬路噶嘛。所以然後我就仲有一點就係想問，就係當你哋去譴責嗰啲嘅示威者或者或者你表示遺憾啦，你哋對嗰一啲嘅發起呢一次嘅行動嘅人表示遺憾嘅時候，我覺得嗰啲人都會比較遺憾嘅，就係其實佢真係可能唔知道究竟有咩人嚟參與喎。你見到我哋節目咧，就係有呢個特色，即係我就企咗喺中產嗰邊。在個阿媽同個阿爸嘅角度講，咁我個女或者我個仔點算？我就會諗就係我啲學生，就係因為我個學生嘅女朋友，我個學生嘅男朋友就係喺呢個活動裡面噶啦。咁然後佢就其實我真係，即係佢就係代表翻嗰啲學生講嘅説話就係、是，咦，其實我真係唔係好識嗰個咩劉咩康噶喎，即係或者唔識嗰啲咩上電台代我哋講嘢嘅人噶喎。但係佢哋識發個位啊嘛。咁所以咧，我諗我哋去一去七點半新聞啦，七點半新聞翻嚟之後咧。即係無論你係中產代表也好，或者是網民也好，其實呢一類新一代的示威活動，佢唔係再係封嗰條街、封嗰條路，以往是不如你開多條行車線是有機會解決到的，而家唔係再係咁樣嘅示威活動的時候，咁新一代的議員會點樣處理呢？翻嚟繼續同范國威議員傾傾啊！好啦，新聞翻嚟之後有范國威啦，我哋就呢、這個禮拜大家可能將嗰個焦點咧就係、是、去咗禮賓府嘅，因為禮賓府想杜鵑花，咁但係其實過去連續三個星期嘅即係光復行動啊或者反水貨客行動咧，其實都去到一個要沉澱落嚟嘅時間噶啦，因為見到議員同埋班示威者似乎都係好明顯嘅。分開了兩套睇法，因為其實 都有很多的意見，而且到今日我和黃永都未有一個很實在的一個一致的想法，就是究竟其實這件事我們應該下一個什麼評論。因為其實老實說，光復行動已經行了五個禮拜，去到第五個禮拜因為有一些比較激烈的行動出現，議員先出聲，咁就會導致到好多一啲咧，其實旁觀緊嘅市民咧就會覺得，哦，其實係咪啲議員都係建立心起咋？即係終於都出事啦，咪可以出嚟譴責咯。咁有大有可能有。唔係，我調翻轉講嘅，咁啲議員點解唔一早出嚟啊？係啦，即係如果一早出嚟，佢哋咪唔會咁癲咯。或者可能一唔係咁啊，可能一早出嚟，佢哋再癲啲都唔出奇嘅。唔係你唔知㗎，係咪？知嘅呢樣嘢，但係就結果就有一個説法都幾有趣，我又覺得喺個傳媒度好少提及，又睇下范國威同唔同意，就係可能有唔少嘅中產選民，即係你嘅支持者就覺得其實樂見其成嘅，即係如果佢可以令到自由行離開，令到呢個水貨客離開，佢哋覺得冇所謂嘅個面係點。但是到現在真的有一個所謂叫做比較激烈的傳媒的畫面，甚至乎是一個網路的民意出現了之後呢，我想很多家長現在都擔心的，不如等下范國威等下范國威解釋一下那個情況。現在呢其實確實去到一個即較為難處理的一個局面，但不能夠不處理啦，這樣是因為香港過去經過很長的時間，即遊行請願示威啊，或者是網民喜歡說的話叫和理非非那種的社會運動的動員方式呢，好像不是很見效啊。我們在立法會裡面講到聲勢力竭，政府都好像沒什麼怎樣回應對這些社會問題啊、深層次的矛盾，所以才會有些社運朋友出來說，咦，我們可能要採取另外一些試一些新的方法。其實整個雨傘的運動出現都是即係喺呢一個咁樣嘅格局背景之下咧，係被催生出嚟。過去嘅和平示威、請願、遊行都冇效嘅話咧，可能我哋要加大力度嚇，去即係透過公民抗命嘅形式咁樣係。咁我理解光復行動都有呢種咁樣嘅處理咁樣係。不過。點解冇議員一路出聲？我又唔敢代表曬其他議員啦，就係話要去試新嘅方法，或者係加大力度
呢個嘅公民抗命嘅形式，或者甚至乎其他更加激烈嘅形式嘅同時嘅話咧，我哋唔能夠過咗一啲嘅火位、一啲嘅原則、一啲嘅底線嘅。當嗰啲底線，我哋會覺得係會令到個運動帶嚟咗有反效果，令到失去咗焦點，甚至乎讓政府或者警方可以更加大力係去打壓啊、轉移焦點啊、導向令到即係個民意係繼續係被引導去一個唔啱嘅方向嘅話咧，我覺得我哋就作為政治人有責任出嚟係去出聲。我哋今日記住呢句啊，因為我覺得擦槍走火咧，只會越嚟越普遍，就唔再係擦槍走火，係經常走火。咁或者佢哋嗰個行動係，正如我哋第一次去討論呢個光復行動嘅時候，即係喺人民大會中第一次討論光復行動嘅時候，其實都已經講過，就係一種無差別嘅暴力嚟㗎啦，即係好清楚嘅。我相信做嘅人自己都知道，佢為咗自由行，令到嗰啲所謂自由行或者係水貨客或者係走私賊尷尬嘅啫。不過我好憂心㗎，因為曾幾何時啦，仲係社民連初頭冒起嗰個年代嘅時候咧，泛民都話佢哋唔會走社民連路線㗎。嗯。而家連社民連佢哋都覺得啊，會唔會溫和得滯咧？咁所以我所以唔係好耐，唔係好耐之前啫，四五年之前嘅。不過有啲事例係可以調整嘅嗱，我哋會覺得如果方式係即係擦槍走火話調整咗之後咧，就會即係處理到。我舉例嚇，2012年嘅年底，當其時咧，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發起咗最少三次嘅光復上水行動，引起即係輿論嘅關注啦。政府亦都有回應嗰陣時，引有一啲叫封沙行動聯合係去。即係嘗試係去處理呢個太多自由行嘅問題，咁跟住及後第四次就係點咧？就去到旺角用啲尺係去度嗰啲即係拖劫人士嗰啲劫，就出現咗又係擦槍走火嘅情況。咁跟住因為有輿論嘅責難或者社會人士唔認同呢種方法嘅話咧，佢哋冇再做嚇。咁跟住佢哋透過另一個行為咧，咁政黨要有個主導角色。先至唔會擦槍走火咯。呢個就係香港而家嘅政治生態上面另一個困難嘅地方嚇，政黨不能夠主導。如果主導嘅話咧，我又想強調啦，雨傘運動就唔會以呢個形式okay, 學生團體係去領導。食住呢個問題有兩條問題問。第一個問題係咁，今次政黨同埋反水貨客示威者嘅嗰種決裂，係咪一種其實泛民內部嘅權鬥呢？我唔認為呢個係權鬥，我甚至乎唔認為，即只不過係，因為唔係你哋做，係佢哋做，所以大家要劃清界線咧。唔係有啲嘢我哋唔做，或者我唔會做咁樣係，但係即係涉及到一啲原則性嘅問題，我哋要出聲，同埋我哋就算出聲話，唔代表我哋喺即係爭取呢個調整自由行政策嗰方面咧，唔會透過其他嘅渠道係去參與，同埋我哋亦都唔係同呢啲嘅朋友係劃清界線，即係要搞清楚，我哋同建制派、保皇黨、同政府、同黎棟國講嘅嘢咧係唔同嘅，即係我相信即係聽眾或者香港市民係能夠即係分別得到，我哋都有責任去解釋清楚。好啊，咁啊，仲有第二條問題啊。我哋除咗見到呢度，即係似乎泛民仲未能夠有一種整合。其實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就係翻去你講嗰幾次嘅雨傘運動後，所謂後政改應該點啊？即係政改後下半場應該點做啦？後雨傘政改下半場應該點做？咁就鍾庭耀出咗個建議嘅，就都算係一個好似琴日睇翻新聞咧，就各大泛民嘅阿姐阿哥咧都表示正面喎。即係基本上嗰個講法咧就係、是、對於鍾庭耀嗰個民間投票嘅結果同自己喺政改贊成同反對嘅投票咧就直接掛鈎。咁就俾即係當然我係有機會係轉態啦，因為你哋啱啱先簽完啊嘛。係同埋個前設就會係其實政府同埋建制派都要肯玩先得噶噃。咁其實會唔會其實都預咗建制派同政府唔會肯玩，所以先開呢個條件咧？咁你作為新一代非建制派啦，係咪？咁你點睇？我認為議員有兩種角色，有很多時候我哋要尊重民意，即係當民意係向我取態嘅話咧，我哋要接受甚至乎調整我哋嘅行為。不過同一時間，議員亦都係意見領袖。當我哋嘅參選政綱，當我哋過去係簽過一啲嘅承諾，我哋係爭取真正嘅普選，符合國際標準，唔係有篩選假普選嘅方案嘅話咧，我哋作出咗一啲承諾嘅話咧，我哋喺個投票取態上邊咧，就應該係要繼續係否決政府
嗰個嘅假普選嘅方案，就唔係話一時三刻民意嘅改動嘅話咧，就去即係跟嗰個民意結果。同埋過去亦都唔係未做過，例如係即係2014年嘅622嘅公投啊，參與雨傘運動，即係大量嘅市民出嚟係去表達佢哋嘅訴求啊咁樣。我嘅研判係呢一刻為止，香港人係唔會接受一個假普選嘅方案。呢個亦都同我哋嘅原則參政嘅政治理想咧係相配合，所以我哋嘅投票行為必須是建基於呢個考慮，我是不會認為因為而家會突然之間有一個公投，即使政府和建制派都同意的話咧，我哋就要改變我哋投票。即係你不會接受鍾庭耀的建議啦？係，我不會接受佢建議。Okay， 明白。好，咁啊，起碼我哋有個好清晰的答案啦。今日劍咧就帶咗個梅乾100%日本米做的飯團就送俾阿范國威，即刻食咗佢。咁啊，你即刻食我冇問題，但你知唔知道飯團要點食啊？我唔知喎，嗱你一食你唔係你食咗粒酸梅先，你一定要撕開舊嗰層衣，哦係，先至可以食到入邊要食嘅嘢嘅，所以舊嗰層衣咧係必須要搣開，仲要挖開佢，你記住要俾佢搣開佢啦，即係嗱，我相信咖喱飯食飯團，所以今日咧就多謝范國威議員啦，好多謝曬，多謝。